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老谭。现在竹街上面去开这个货车去，把那个南瓜拉一些去菜市场上面卖。因为我们下一个品准备做那个香瓜嘛，所以呢，南瓜太多了，仓库都堆得满了，没地方放，所以先搞一点去菜市场那边销了先。现在拉南瓜，大哥哦，咱们去市场摆摊去。嗯，这边摊位去，南瓜摊位。现在还有这么多，因为我们后期要放别的东西嘛，这里没有地方放了，这个仓库就这么大，这边要留来打包，所以呢，只有这个位置能摆多点东西。价格给写上去先。刚才我问一下我们村里面的那个，他说菜市场里面有摊位的，我问他多少钱一斤的，市场多少钱一斤的，他说要5块多到6块吧，他们那里也卖。我就在菜市场的那个入口那里卖就可以了，能卖多少就多少。这样子很清楚吧，贝贝南瓜4.8块一斤。因为我们这种呢是摆摊的话呢是不需要，就是交铺租的嘛，人家在菜市场有档口的要交铺租的，所以呢人家会卖的贵一点。但这个没有说什么扰乱市场的哦，朋友们，这个不要说扰乱市场的。还有朋友们又在那里黑我，人家卖5-6块，你卖4块钱的，扰乱市场的。我们该挣我们的，是不是？也不挣多。这个涂黑一点，要明显一点，起码百米开外都看到这个招牌。字虽然有点丑，但看得清楚，看得清楚就可以了。来，准备出发了，4点钟也要平台嘛，也要那个规定我们要开播了，因为它有一个就是单独给我们配券的嘛，它不像现在是618吧，它是每一个人可能每一个主播都有券嘛，现在它会单独给我们配，可能配的额度会高一点，也是我们这个号呢，说实话平台是很支持我们的，还要给我们另外开个后台呢。